大家好，我们是爱普斯电源，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是全新升级 ADG Plus 大功率可编程直流电源系列。该机种单机输出功率有300 kW 可选择，透过简易的主从并机，功率最高可达 1800 kW， 单机输出电压最高可达0-2000伏，电流最高0-2500A。通讯接口标配为 RS232、RS485、USB、Analog Control、Ethernet， 也可选配 GPIB。ADG Plus 是一款反应速度快、低联波、控制精度佳的大功率可编程直流电源。另外配有 CC、CV、CB 输出模式、太阳能电池阵列模拟功能及内建可编程模拟功能。300 kW 还有 1.5倍宽量程之功能。ADG Plus 系列采用大型7寸触控萤幕以及飞梭旋钮，各项数据及状态一目了然，搭配清晰简洁的色彩及配置，快速掌握电压、电流、功率等资讯。直觉性的人机操作界面，让用户轻松上手完成设定，并搭配紧急停止按钮，一键切断输出，保护产品安全。内建可编程功能让用户可依需求设定将400个 step 弹性组换成不同的 group 组合。客户可自行设定电压、电流并模拟阶段是或连续的变动，改变爬升、跌落的速度，及模拟电源暂态断电情形。不需编写程式即可做多项的电源模拟，另外可以透过专属远控操作软体进行快速编辑。透过简单的主从并机设置，单台 100kW 机器可并5台达 500kW， 单台 300kW 机器可并6台，功率最高可达 1800kW。用户只需在主机上操作和设置，从机就可接收数据，并达到均流的效果，是市场上少数单机大功率又具有并机功能的直流电源。这是爱普斯电源的储能变流器测试系统，由 PAS 系列能窥型电网模拟电源。ADG Plus 系列大功率可编程直流电源，系统控制与量测仪器，功率分析仪以及客制化远端操作软体组成。该系统可符合测试标准，如 NBT 32004、CNS 15382等法规，且符合太阳能电池板和元件的测试需求。ADG Plus 的选配太阳能电池阵列模拟功能，能模拟太阳能电池板在不同日照温度下的 IV 曲线、PV 曲线和输出特性。太阳能电池阵列模拟功能内建 SAS 模式及 EN50530 法规模式，模拟 SANDIA 等法规。透过简单的设定，再搭配一目了然的 IV 曲线波形追踪，即可轻松完成静态与动态 MPPT 最大功率点追踪效率测试。不但可支援单次测试，还可设置多组参数，搭配时间区间进行自动化测试。爱普斯电源的 ADG Plus 大功率可编程直流电源也适用于新能源汽车 EV 测试产业。高压机种可用来测试电池包、电机驱动器及 DC-DC 转换器，低压机种则适合保险丝、接触器测试及电动汽车相关零部件测试。除了绿能相关产业， ADG Plus 系列还可应用在开关、元件类、航空、医疗等应用，是您理想的直流电源选择。谢谢您的收看，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，请不要忘了订阅跟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将定期更新更多丰富内容。如您想了解更多有关 ADG Plus 系列的详情，欢迎到爱普斯电源官网获取资料。